妈，这是小陈。你是哪里毕业？你住哪里呀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哎呀，小姐，点菜，点菜。是审查就该这么严格。在滴滴，我们对司机进行三证验真及背景审查，身份真实可靠。爸妈，这是小陈。你是哪里毕业？你住哪里呀？不错不错，错的呀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哎呀，小姐，点菜，点菜。是审查就该这么严格。在滴滴，我们对司机进行三证验真及背景审查，身份真实可靠。